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和乐趣是萌宠俱乐会。我是小小。狗狗对人类非常忠诚，同时也是萌娃最好的玩伴。很多家庭都会养一只狗狗来陪伴自家还没有长大的萌娃一起玩耍，而在狗狗眼中，小主人也是特殊的存在。如果有时候遇到小主人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狗狗们也会感到特别着急。这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小主人突然大哭不止，就连亲妈也哄不好了。自家的狗狗看到眼前一幕也是一脸着急，紧紧地盯着小宝宝的状态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，下一秒就跑到小主人身边，接着就安慰起宝宝来。神奇的是，小宝宝突然不哭了。只见狗狗亲昵地用舌头舔着小宝宝，好像是在安慰他。真是没想到，狗狗安慰之后，宝宝竟然真的停止了哭泣。看到这里，一旁的妈妈都笑翻了。不得不说，狗狗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是非常神奇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。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，请点击左下方。